嗯，很好吃的。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吃什么 ？Everybody， 你妈亲啊！今天吃什么？我们今天再来安秋秋的地方。今天呢，他们特别推荐我去一家呢，他的肉好像有点是中东烤肉、墨西哥烤肉，还是土耳其？怎么唱啊？带你去浪漫的浪漫的土耳其 ，Let's go！ 既然在这个甘蒙去溜，这个叫做戈巴，台湾叫做沙威玛，台湾比较多是放鸡胸肉的。土耳其还是中东呢？土耳其冰淇淋。用面包的方式，它那个肉串呢是这个肉一层一层叠上去的，然后肉经过腌制，然后我今天这个是姜包的牛肉跟鸡肉，它的酱我很喜欢，非常的吸引人啊。嗯，好好吃哦，吃到这个嘴巴都是牛肉呢，腌得很入味，好像沙爹的那种感觉，又有点咖喱的感觉，然后外面就甜甜辣辣的，嗯，有吃到满嘴都是吗？在料出了这个肉之外呢，有黄瓜、洋葱、包菜，嗯，很好吃的。爸爸来吗？今天有让妈妈啊？啊，这个来问啊，姜包的4.5块，它的包也是好吃的。晚上宵夜来啃这个，腌得非常入味哦。可是大家打包回家可以用汤匙啊、刀啊来切下吃哈、哦，因为我这个是已经迫不及待了。然后还可以吃到里面肉块的感觉，料非常足，口味非常的丰富。打完收工。我的好朋友他吃2粒了，他除了吃姜波，他还吃鸡肉的话，他说他吃得到肉块的部分，肉块是会比较大的啦，他整个配起来是好吃的，它的味道就是甜甜辣辣的，不错。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懂吃什么的话，也可以试试看，跑来这个甘蒙铁溜一趟。他是每天都有营业，是下午4:30到晚上10:30。喜欢我的影片呢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前面这个红色的 button 记得帮我用力的呼下去，我们下期见。写首歌，听首唱。